以。可以。好，帮忙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柯震东。哎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一下。对。好看，就是这个。你沟通好吗？我差点死在这里。我现在在拍摄《可爱多这一刻爱吧》2014的微电影。OK， 看。转过去看他看，然后柯震东会把眼神别开，你不要让他发现我在看他。OK， 有跟熟悉的演员合作，所以觉得非常开心，还有熟悉的团队。拍摄这几天都好像在开同乐会，然后在玩一样。你要去哪？上个厕所吧。好，一起走吧。一起走吧。OK， 卡。啊！我去！哈哈哈哈哈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晨。很高兴这次能够参与可爱多的这一刻爱吧微电影。我喜欢你，我一天比一天更喜欢你，可是我很害怕，因为我知道我不能喜欢你。这支电影呢，同时有大家也非常喜欢的柯震东，还有陈柏霖。你那个表情要非常的有力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霖。那我要怎样？我觉得是你的招牌，招牌笑容。对。其实这一刻爱吧已经连续参与了3年。柏霖，你这时候是没有喜欢他的、哦？没有啊，没有、啊。你只是很温暖，你可以试着给他很温暖的感觉。没有办法控制。没有。在第一季的时候，我们是用爱情四个象限来代表爱情的状态，然后第二次是现在、过去、未来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饰演可可的少婷。今年2014，我们还是要这一刻爱吧。那鞋子卡到了。剧情非常的丰富，而且精彩。对，一直以来都是很精彩的。对，我们这你不是要拼死？要破译的。这次也非常的特别，我们用了物理定律，有点惯性，然后作用力、反作用力跟加速度，所有人的那个内心的那种峰回路转非常多、啊，非常的精彩可期，请大家一定要锁定哦。